是 City Autobahn 那边。现在是柏林时间4点多，天已经黑了，这上面是类似于好丽友的东西啊？是吗？你自己看，哇，真的是好丽友，是，这些看起来好邪恶啊，就像那个糖霜饼什么的，还有大柿子 ，Kaki。这个酸奶巨咸，然后这个蛋糕巨甜，这个很好吃，它就是卷饼，像墨西哥只有卷。是有点像，没有鸡肉，是有点像。9:20-9:30，南宁。然后我们两个现在很惨，保持微笑，保持微笑，生活再苦也要保持微笑，保持微笑。但没有滤镜，没有滤镜，为什么我们就这么美呢？滤镜，滤镜，生活在，哎，是那个吗？口香糖的那个广告吗？本来我也在说什么滤镜，没有滤镜我们也很美啊，对，自带荣光效滤镜，口气清新。自带滤镜，依然很美，依然很美。只是这几天过得实在是有点惨，对，刚刚又被人骗钱了呢。刚又被人骗钱了，一个叫售货机的人，特别惨，太过分了。然后问人家接手机也没有很成功。然后那个特别是 information desk 那人特别过分，对，他说终于不归我们管，所以你不要来找我。对，而且当时就是在德国接电话的时候，人家特别好，对不对？对对对。但是呢，捷克就不太行。虽然捷克的这个站台看起来挺硬的，挺硬气，然后所有的那个公交车都是有轨电车，看起来很霸气，但是真的就是服务真的不到位，真的不到位。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们来圣诞节的原因。对。
就之前我还以为捷克会是我们五个国家中最喜欢的国家，现在主要是因为前面太惨了，以为就是逆风翻盘嘛，结果没有办法逆风翻盘。没关系没关系，明天去布拉格广场再看一下，明天去唱歌就好了，拍一支 MV 好吧。好好好好，今天到此结束了啊，再好好回去休息。这个其实它文物修复肯定花钱花很多的，有点晕眩，眩晕。我有点晕。你好吧，你还好吧？哇，好高啊这个塔！就是我真的有点晕。慢点，慢点，慢点。不是这个路还有人下了，我的天哪！就跟国内的那种塔是一样的。没事，你的英雄壮举已经被我录下来了。哎呦，你这回去以后一定能把你弄成神速上楼。
的布拉格广场，对，然后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逛一下这个圣诞集市，然后我们后面还有一个特别适合拍照的地方。好，刚才很愉快的跟旁边这个金色的这个高跟鞋合影，也是童话故事的故乡，所以说会有这个灰姑娘的高跟鞋丢在这儿了。对，而且不知道王子在哪里、啊、王子在我们的心中，王子在我们的屏保上。哦哦，我们现在就看到了这个著名的卷卷面包，来来来，给你们看一下。对，就是它了。这个昨天我们在那个 Winceslas 那个 Square 上也看到了，是我觉得好像长得比这个颜值高一点，有没有？有没有觉得它的颜值偏低了？他们都是一直都是炭火烧的，是吧？然后这个看起来比较正常一点，也是后面有人在搓这个条条。拿来。看一眼，这啥都没有，这是。还可以吧。就是闻起来比较像发酵的那种面团的味道，然后吃起来面团黏黏的，有点，不是很有，还有那种。很软，很有气泡的感觉。观众朋友们，我们的这个吃播就到这里，我们接下来就会以一个不太雅观的姿势吃这个。好啊，说一下对这个圣诞集市的感受。是我们觉得总体比德国好，对吧？总体来说，这边圣诞集市的东西比德国丰富，然后更加大，然后人也更多一点。对，可能是因为这边比较有名，而且布拉格真的很文艺，就是感觉这一块地方都特别适合拍照啊什么的。而且你没有觉得好像很久没有看到车了，就基本上都是人在走，对对，非常 walkable city， 对对对，非常好非常好。首先让我们吃一下我们梦寐以求的，对，我觉得要拿这个叉，来，我来切啊。好的，这个艰巨的任务就交给雨琦，然后我就负责吃。你负责你负责这个，你来把这个往这边放一点，看到吗？我能先吃一片馒头吗？你吃，看这要怎么切啊？这个。天哪，好不雅观啊！很不雅观。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觉得这是馒头吗？你要放近一点。就是馒头。很好。切了两块下来，再一块。梦寐以求的烤猪肘来了。好了，让我们每个人都吃一块，然后说出自己内心的感受，然后这个视频就到此结束。哦，谢谢雨琦，谢谢。哎，你要不要这么假？要不要这么假？哎，这个好像有点焦焦的，你可以尝。哎呀，我的天哪！哦，等一下。哎呦我的妈呀！你要吓死我。来，这个酱嘛。好了，我已经等不及了，我要吃了。好了，谢谢雨琦。哎，这个，我们要一起吃。好的，来，让我们尝一尝。然后再切一点 pico， 要不吃 pico 吗？我不吃。我吃了。怎么样呢？是不是什么味道？就是正常猪肉的味道，对不对？可能酱比较难吃。酱比较难吃啊？啊，好吧。我觉得这是要配这个黄酸黄瓜的。看我吃出了米其林，哇，我觉得
猪味儿可浓，猪味儿可浓，那是真猪啊，它跟那个假猪不成？哦，这个酱还有别的酱，嗯，这两个。怎么样？猪味吗？有想象中那么好吃吗？嗯。有吗？还可以，还可以。还可以吗？我来尝尝。你来负责切鸭好了。哎呀，很艰巨嘛。来，怎么弄啊？嗯，看你要怎么剪这个鸭。你就切一块你能吃的就行，然后迅速的给观众朋友们做一个结尾，我们现在吃播到此结束，你就可以不用顾及自己的形象，开始好好的吃饭。嗯，鸭油的味道，好吃吗？一千年之后，这个肉算是比较嫩的，嗯，但是好像。我觉得调味可能还是差一点，就是光吃肉的话，就如果不蘸酱，我先蘸酱尝。好，那不是酱，那是 red cabbage， 没事，就是一起吃。好的。一千年之后。正常 roasted duck 的味道，就是也没有感觉它做过多的处理，就是像一只鸭子，然后被烤了，就是烤鸭，正常烤鸭的味道。就是解渴烤鸭，还是大天朝的鸭子好吃。好了，那我们今天的吃播就到这里。让我们雨琦同学说一下结束语。有什么好结束的？这就是个假吃播，假吃播。请观众朋友们小心尝试。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哥本哈根 Central Station， 还是有蛮多，哎呦，还有鸟，我天！好的，真的是。一出门就是这个，所以游乐场在那个 station 旁边是吗？对，有点。给大家欣赏一下我们在哥本哈根的住宿四天哦，这个这是淋浴池，然后这边是厕所，不会吧？没有水、啊。我看这小狗，哇，那旁边呢？旁边你是不是要把、啊、旁边你我说这个是不是要打开？这么大？不知道，我不敢，我有点，我不敢。我靠，这个酒店是真实存在的吗？它可能是转两圈呢。这连水都没有吗？所谓的节能。哎！我这个真的好小啊！还蛮大的。看，看到这个洗澡水，我这个洗澡水，你确定要试啊？那我的。啊，这样，你看，
们来看一下这个水啊，小心啊，小心，请注意。进来之后就是一张床，然后只能看我们箱子大概就是登机箱这个大小，大概能放四个登机箱并排放这么大吧。然后这是上铺，这是下铺。我们是人在穷途。看一下，就这窗外的风景还是可以的。这个，告诫我们时时的要想得开，要不然这个随时都可以跳下去。又回来了，哎呀，这不是刚才过去的那一班吗？呀，我给你跟。干嘛？闻到马的味道了吗？应该是巡视吧，这是巡视。对对对。传说中的鸽飞扬，我放了钱在里面，里面有好多钱，哎，是不是也没有好多钱？哎，是不是水干的时候就会下去捞钱啊？捞钱啊！捞钱啊！Thank you.
是艺术馆，哎，是真的，是的，哦、真的是好近哦。哎，对，哎，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时间。哇哦 ，entrance fee 怎么变高了？110呢？哦 ，student 85。那太好了，明天带着学生卡。我带了，我带了。对，走。以及你拿奥斯卡最佳女导演的愿望，我们在零下30度的哥本哈根街头上演了一个经典默片。
机场有一种中国的即视感。然后这个天呢，看上去也有点中国的即视感，灰蒙蒙的。对对对。然后虽然一口价50，但那个对，那个80更不划算。80更不划算，80到市区估计价，今天我一个人也要花20几欧元。对。对，我们俩就打算还是坐这个。现在给大家看一下窗外的景色，很像工业园区，我感觉真的好像国内呀、啊。梦回国内，这种宿舍楼。对，我感觉好像经过了国内的某个大学的感觉。这就是浪漫之都吗？因为都是想象出来的，所以很浪漫。我的天、啊！有没有？是不是这样的？这道理是不是很有道理？我现在宁愿去宾馆睡觉。好多好多人啊！哇、哦，好美啊！我的天哪，好漂亮哦！这个看着也好好吃。深得振兴。嗯。哇，好吃好吃好吃！好吃了，已经沦陷了。这是鹅肝啊。我想要很多很多的钱。哇、哦，我已经很想吃了。三包也不是很贵啊，主要是因为前面的味道很。我也不行了，闻到这味道我就不行了。我不配拥有他们，你不是不配，我却觉得幸福。你只是缺钱。逛吃逛吃的浪漫之旅之夜暴富。
报复。这种事情果然只能想想。这个看着也好好吃。这已经是不知道我们第几个拍美食的小视频了。要是我们带了好几百欧过来吃甜食，那回去可能会长好几百公斤。会长好几百公斤，几百。果真是浪漫之都呢。现在我们来到了传说中的凯旋门，给大家，是的，就是在这里，给大家看一下，就在我们的身后，就是这个东西了。它就是一个普通通的门，的门。而我们为什么来到这里呢？就是希望我们2020年能够更加的顺利，更加顺利，耶！Hola, ¿cómo estás? I am a guest looking to check in tonight. Hola, bienvenidos. Hello? Hello? Excuse me? Looking at you right now. Thank you. Well, it's our first time taking this elevator. Okay. Okay, just don't click. A clue. It's not click, no work. So it was you when you are talking to us. Yes, yes. Okay. Okay, amazing.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thank you.Okay, thank you. Okay, okay, sure, sure, sure. Okay. Deixa eu te levar pra Barcelona, Barcelona. Vem cá me mostrar como funciona o amor. Deixa eu te levar pra minha cama,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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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Vem cá me mostrar como funciona.
开始日常，我又走不动路了，怎么办？快把我带走！1块钱都是。哇哦，樱桃2块钱，一点点的我就。水果杯1.5块，蛮好的吗？还可以。对，不贵不贵，这个天气了不贵。coconut water, kiwi, 人好多哦。Dunkin Donuts, 哇，真是贵了。海鲜之类的 ，tapas, 看起来味道很。卖鸡蛋的，好多卖生的东西。这都吃不了这些东西。这哎，这早上你吃到了，叫这丘瓦迪巴塔达。我今天没有吃这个东西，因为我觉得它冷，不好吃。好好好，走走看。哎，这个杯中难道是吃？对啊，就是你看，直接吃是吧？这是火腿啊，火腿加面包条。面包条好吃。对。偏咸，我觉得东西真的很咸。嗯，你看那个，这个大南瓜真的哇，这东西，这是一整个南瓜，对。Is this pumpkin? Yes, green. Wow, looks really pretty. 这个，哎，这个也太猛了吧，这个。大周一早晨人挺少的，店和包店都不开门，但是所有的烘焙店一旦开门，生意就是不得了。你看，都是每一个人都是拿着一个巨大的盒子，每一个人都买这么多蛋糕吃了。不是蛋糕吧？应该就是可能一盒。而且我已经看到很多人手骨折了，不是我是说，哪有很多人手？刚刚有一个报警的店主也是。街头排队不解痴迷，是不是跟国内排队可能差不多？没有啊，就几个人，只要排出了门口，大家就一个一个往后排。而且不知道为什么像这些服装店、为什么这么的，多的人啊？而且人卖的不都是同一种东西吗？你看那个橱柜里面。哎，是那个圆圆的那个东西。对啊，就是我们中间夹了一层奶油的，对吧？是因为有什么节日到了？可能吗？有可能。原来每年的1月6日是基督教的主显节，在巴塞罗那又被称为三王节。这一节日的重要性完全不亚于圣诞节。传说中有白脸、黄脸、黑脸三个国王，他们会在1月5日向刚刚诞生的耶稣献礼，并会骑着骆驼给孩子们散发糖果，而孩子们为国王留下食物给骆驼喝水。这天也是难得的家庭团聚时刻，而国王蛋糕便是聚会中的头号甜点了。圆圆的蛋糕口感像面包，附着蜜饯，加着奶油，还隐藏着干蚕豆和小王雕像。找到小王雕像的人当天便是加冕之王，而不小心找到干蚕豆的人就得买单啦。两位 vlog 主在此跟大家强烈的推荐这家店，摸着自己的良心，摸着自己的良心说，确实非常非常棒。店主人也太好了，对，那不是店主，那是前台的接待员。嗯，对，
然后让我们现在感觉像进了一个童话世界。嗯，非常好，我觉得对。Tiffany 蓝这种东西，不就是爱丽丝那些旗舰店吗？对，那个比美不是比巴黎更浪漫，真的。对，更加浪漫。对，四处都有可以拍照的地方。然后我们刚到，还有给我们吃小点心，还有橙汁，还有热水什么的。热牛奶。对，水果，很不错，很不错，值得拥有。这是我们回到纽约的第一天。为什么要去北欧看雪？我们的初衷是什么？我已经忘记了。是看雪。悔恨。